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哇，今天更新的这只角色呢又好想抽哦，虽然说现在工作比较忙，还要忙个大概一两个礼拜，那不过呢只要是抽角色呢啊，这就是我比较放松的时候。那这一只角色呢，哇，现在新角色都会带一堆乱七八糟的哦。首先是攻击有麻痹，然后呢是风的，有点像是我们的这个稻草人哦，三连刚射啊，稻草人是二连刚射，然后呢全体两次攻的这个攻击，然后我方会增加物防，还有这个是让我方有挑衅的功能。诶，另外有一只角色也有，然后忘记是哪一只了。然后这是全体三次攻的物理攻击，全体全位物攻提升 10%， 这可以跟这个什么一些提升 buff 的武者去做一些搭配哦。然后呢，诶，风的攻击，不过呢这个风的攻击四次是下降攻耐性啊，我们的这个稻草人的话呢，他是这个风的攻击四次而已，这个还有攻耐性下降，我觉得攻耐性下降蛮有用的。如果说是打这个弱攻的敌人啊、猎人啊，这招应该是蛮有用的。然后这一个攻的单体攻击力260不错，然后还可以补血，所以说呢有攻击有辅助还蛮特别的。那他的这个特殊能力呢，我觉得是蛮有用的，就是全体全位啊，就是前排的人，然后攻的攻击力伤害提升 10%。 那这个的话不管怎么样就一定会有用嘛，就算说他自己本身不强的话呢，他站在前排的话，他跟其他强力的这个猎人站在一起的话，射弓箭的话也会有用，然后强化效果延长，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那必杀技的话呢也蛮特别的，必杀技的话不是攻击的技能，是帮忙补血，然后又增加物攻物防，然后有 20% 呢。啊，那雷耐性的话应该是还好。天赋觉醒的话呢，贵族的香水，弓箭攻击力提升 15%， 属攻有 100， 哇，属攻有 100， 看来打风的话也不错。好，所以这只角色的话呢，因为是普食角色，所以说慢慢来。那现在圣言池还有，圣言池上次呢我运气很好，60抽就中了提提哦。那这个60抽的话呢，一般来讲如果是普通池60抽我就不抽了，不过这个60抽我有点犹豫哦，因为这个我是没有打算要抽到150抽了，因为这个骑旅人还是比较贵。可是如果是100的话呢，换一个专用的饰品我还是蛮想要的。那提提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雷属性伤害应该是不需要，因为提提的话绝对不是用它拿来那个打雷嘛。那这个莉安娜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啊，因为莉安娜的很多技能啊，她的 SP 消耗都蛮大的，什么80啊，全体兵啊，全体补血啊。可是这个 SP 不够的问题其实也还好，因为其实我们的队员都这样换来换去嘛，然后你有这个每回合补 SP 的这个饰品可以用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好。然后这一个是奥黛特，奥黛特学姐的话我觉得她的技能都还蛮神法术的齁，所以我觉得奥黛特也不大需要 SP 自动回复的效果。那属攻跟速度加20也没有很多，所以呢我唯一想换的大概是多罗德亚吧。但是多罗德亚这个 10% 也没有到很多齁，像剑士塔这一次的这个饰品啊是 30%， 不过呢这个 10% 的话我觉得就是装着吧齁，给他装一个这个他的专有饰品，然后再随便装一个，再增加个什么 15% 或是 20% 的，这样就装满了。因为多罗德亚的话呢，他的这个技能是无伤的时候，无伤的时候是这个枪的属性伤害增加。来看一下齁，这个多罗德亚是上一次那个怎么讲呢，好像是周年换的吧，免费换的。来看一下齁，他的这个技能是这一个无伤的时候前卫枪攻击力伤害加 15%， 这个增加应该是方块的那一个效果齁，跟这个饰品的应该是不一样的。好啦，那不管怎么样啦，所以我打算让多罗德亚换这一个饰品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就 25% 了。所以说这两个应该是分开算，可是不管怎么样呢，我觉得伤害比省 SP 重要，然后 TT 也不需要雷的伤害嘛。好啦，那讲那么多齁，我就先把它抽到100抽吧。那我的这个红宝石也不够，所以说我们就这个圣言引导池来个40抽，抽到100抽，然后换一个饰品。那最后面呢再来抽一个库洛爱，抽一次就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抽40抽吧齁，凑个100片哦。60抽体体我已经很满意，因为我有看到那个 CP 大他有做那个什么就是投票，看来很多人都150，连一个圣言角色都没有，所以我觉得我之前运气很差，这一次60抽中一个体体，我的运气已经算很不错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一定会有四星啦，圣言池就全部都是四星齁，底就是四星了。来一个 4.5 星的。明るくしてあげる。そのラモス紹介へよ。義族に憧れる。おお。力
哦，法尔克，哎，太好了，法尔克，我好像这一次就可以图二了哈、哦。他也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角色，哦，打他可以增加这个导石，赞哦，哦，法尔克，不错的盗贼，哎，不错不错哦，哎，有一个 4.5 星我就很满意了，可惜中的不是那个圣言的角色，像我的奥黛特、多罗德亚还有这个提提好像都是零而已，但是没关系哈、哦，这些角色我觉得有就好。啊，这个是肯定是这种小金光的。好，没有，没关系，再继续哦。还有24哦，我换一个多罗德亚的饰品哦。来一个。弱き者を助けるのは。の庭で。どんなやつも料理してや。すみません。困っている人は。魔物の気配を探り。聖火の導き。救える命を。金が必要だな。好，这样30抽中一个法尔克。好，我们看看40抽有没有机会哦。好，最后10抽了，最后10抽了。好，最后10抽咯。黄宝石也没有了。然后在最后面剩下10抽抽一个这个什么新的这个猎人哦。来，第40抽喷一个金光吧。诶，有耶碎哦。来一个哦。这三个都可以哦。提提、莉安娜或者是那个多罗德亚都可以。山札はよく切った？谁呀、啊？哎、欸，碎啦！哎、欸，赞哦！好、哦，这样子我100抽就两个盛宴池的角色。哎、欸，这样子我多少的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又一只！みんなのために踊ってあげる。哎、欸，碎哦！哦，提提，哇，发财了！哦，两个盛宴角色。这样我100抽三个圣言角色，两个提提，然后一个多罗德亚，哇，我都可以觉醒一了，太棒了。商談成立だな。患者を守るのも。哇，这运气也太好了。啊，换了，不抽了 ，OK。哦，兑换一个多罗德亚的，这个游戏到最后面就是拼攻击力嘛。所以呢，我决定选一个这个哈、哦，虽然说只有10%，但是就加减用吧。哦，那其他的这个枪攻击力的就给其他人用吧。好，那我决定选择这一个哈、哦，王之卡多罗德亚专用。好啦，好、哦、也不知道对不对啦。好啦，我们就换啦。OK， 好，那影片的最后面呢，我们就把最后面的这个300红宝石这个之前录影片这个获得的这个奖励呢，好，就用在这个地方啦。哎、欸，抱歉，差点抽错，是库洛爱啦。好啦，十抽出奇迹啦，来一个，十抽出奇迹，哦，这样至少有个四星啦。かっこいい貴族。せっかくのよ。素敵な旦那さん。魔物の気配を探り。その新しい知識は立派な聖火騎士にな。伝承から人助けこそ。え、刚有四星吗？好像没有注意哦。好了，有了，麦尔斯啦哈，麦尔斯跟这个劳拉。好了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，很满意的。OK， 那就谢谢大家观看哦。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